第7届全大运400公尺金牌的陈杰，今天以46秒63打破自己在104年所创下的46秒67打回纪录。陈杰笑称，7年生日居然都给了自己特别的礼物。哇，已经7年都在大运会生日了，这样，其实也不错啊，就算每年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，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有给自己不错一个成绩啊，不是最差最差的生日礼物就金牌嘛。 然后要不然就是达标啊，或者是什么去奥运之类的这样。最后一次参与全大运的程杰，决赛时有许多的想法，但也把目标放在体系后背，希望星期之秀能有更好的成绩。就是最后一场了，而且最近学弟也不错，那今天这场我是本来设定说就带伟旭跟龙翔说，那看能不能好成绩这样。那我们自己就也是当做就跟平常在练习一样啊，对，那只是现在换一个场地，然后。 大的竞争性会比较强烈。台体400公尺除了常胜军陈杰之外，女子组部分于思平今天也以55秒47的成绩夺金。400公尺今天台体有2面金牌入账。记者卢怡安、曾慧婷、马玉龙台北报道。